of Spain. For we've received orders for to sail for old England, and hope very shortly to see you again.好，欢迎来到喵代丽的塔罗占卜频道，我是喵代丽。今天的占卜主题是他男生女生哦，他内心对我的感觉是什么，对你的感觉是什么。好，是你可以想一个人，我看看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，还有就是他内心有什么对你的 OS， 我们来看看，对你有什么想说但不一定说得出口的话。今天的选项一二三，第一个选项，今天的选项都是仓鼠美美牌。第一个选项是圣杯一，这是第一个选项，看起来很像冰淇淋，但其实是花，一杯花。第二个选项是日本一日游。樱花小火车，仓鼠美美小火车，这是第二个选项。钱币骑士，第三个选项是节制美美，节制牌，很爱浇花的美美。一二三，大家可以开始凭直觉做选择了。选到第一组的大家，对方对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好，你可以听听看哦。如果说你觉得越听越不像你们的状况，请参考看第二组或第三组的解牌。看起来对方对你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道歉，或者心里觉得非常抱歉哦，然后让他觉得很羞愧。可能他是一个就不喜欢认错的人，就是说不出口，没有办法道歉，他觉得道歉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可能要面对你的情绪啊，或者面对一个非常难堪的状况。那第二种就是，他觉得道歉会掀起，会揭你的伤疤，或者掀起过去的一些
事情，那他不想要再提起。好，但是呢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或者是他对你有所隐瞒一些事情，他觉得非常抱歉，不管是哪一种，他现在都被一种罪恶感束缚，让他没有办法喘息，就是他觉得非常的，难受，受不了，可是他又没有办法跟你说。好，第一个解释他没有办法说，因为他觉得很羞愧。那第二个解释是他觉得他说出口了，跟你道歉了，你会觉得是一种羞辱，或者这是一种，譬如说你们只是暧昧，他不想要解释得非常清楚，那他又觉得他没有解释很清楚，对你是一种伤害。可是他觉得他说出口拒绝你，或者说怎么样，也是一种伤害，这是一种。这个状况，那第二种是，你们可能已经断联了，或者暧昧结束了，还是绝交了，还是分手之后，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联络了。对于这样的状况，他觉得很抱歉，他觉得，他有很大的责任让这个关系变成今天这样，这是另外一种。所以选到第一组，大家你们要对应看看。是哪一种？好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。接下来的牌，他对你的感觉是，他其实是有偷偷的在意你，这第一个解释。但是他觉得你们年纪差很多。第二个解释是，你们可能是，其中一方暗恋另外一方，或者其中一方单恋另外一方很久的时间，那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他没有办法去对你做过多的解释，或者暧昧了很久，他都没有说明。没有接受，也没有拒绝，有点偏向是这样哦，单恋、暗恋或暧昧很久，没有接受，也没有拒绝，演变成今天这样，他觉得非常抱歉，有罪恶感。后面的牌，他其实对于你们的关系有想过非常多，但他本身是一个。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的人，或者对关系会非常没有安全感，会总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信任爱情，或者说信任你，或者就是喜欢试探，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试探的人。以至于他在你们的关系中会变得就是很喜欢你追我跑。来试探你对他的忠诚度啊，你有多喜欢他，或者一直用某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来抓着你哦，吊着你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忽冷忽热。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希望你不要走，都是希望你继续留在他身边，或者继续。当备胎，一种是当备胎哦，一种就是希望你一直留在他身边，然后日久生情这样子，一直支持他。那现在对你的感觉是，其实他蛮抱歉的对于这一点，然后他很希望你可以回来。内心对你的感觉哦，不一定是他真的有求你。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地主的大家，你们已经离开了，或者变得非常冷淡，没有联络对方，冷暴力了。不见得是冷暴力啊，就是摆着，或者你也不会去找他，你就是把他放在一边了，放开了，放生了。
多多少少。其实他是一个玩咖，好，但是呢，第一个解释哦，他就是一个玩咖，他是有其他的对象，或者他从来不承诺，他就只搞暧昧，就大家都是朋友啊，但其实都已经有一点超过朋友的关系，然后他从来不承诺或不说清楚，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，但是呢，你有让他稍微在精神上有提升哦。或者他有感觉到跟你之间是有一些精神上的连结的，所以你有一点点让他觉得，他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面对感情，所以看起来的确，这个人，你是有触动到他，或者你是有打动他的，可是他本身是一个，就是很喜欢感受自己的魅力啊，或者。对爱情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，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徘徊在花丛中，当一只美丽的花蝴蝶，有一点偏向这样的个性哦。享受暧昧，好，但他对你是真的有感情。对他来讲啦，不过也有可能指的是说，因为你不理他，所以他对你有感情，就觉得天哪，有一个没有办法征服的花朵，所以没有办法摘下来的花，就想一直把它摘下来，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哦。后面的牌，接下来讲快一点，因为我有点不希望错过我没有看到的漏看的讯息，所以会思考一下哦。地主大家，我们来看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会怎么发展呢？过去其实这个关系对对方来讲，真的让他感觉超好，就是会让他觉得自己是 somebody，或者两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哦。认识对方会觉得拥有了全世界，所以过去其实这个关系非常不错，两个人甚至可以互相。启发彼此成为更好的人，因为对自己感觉更好。那到了现在哦，这第一个解释哦。第二个解释是在今天之前，如果说两个人已经彻底结束，没有联络的话，指的是两个人都在各忙各的，爱自己，吃好睡好，专注在这些事情上哦。好，那到了最近，其实。关系中有一个总是飞来飞去的人呢、宝剑骑士，就一下出现一下消失的人，或者，男生，好，有可能指的是男生。那如果说关系中没有男生的话，指的是关系中有一个飘忽不定的人，最近可能又有了一些动作，之前是非常被动的，最近有一些行动，或接下来会有一些行动，看起来是已经有了、女祭司逆位。之前可能非常被动，或者已经被封锁了。那最近可能被解封、被取消封锁，或者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有在拼命的贴文、发文，有可能是这个解释，就是有在暗示或有些动作，或者出现在你上班的地点，或者就是制造巧遇啊，还是。不小心打错电话打给你，这样，好，所以呢，他最近有一些可疑的行迹哦，有偷偷出没这样子，熊出没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关系会怎么发展呢？他的这种出现是什么意思哦？看起来，关系中有另外一个人呢，对于一下出现一下消失的这个人，会觉得。不想理会，宝剑皇后逆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会觉得自己就是有一个原则是不想要暧昧，譬如说是这样，不想要暧昧模糊，不想要被伤害，就坚守这个原则，所以会继续以一个非常冷静或
冷淡的态度看待这种莫名其妙的举动。好，所以其中一方非常冷淡，另外一方就是时不时出现一下，像苍蝇突然间飞进家里这样。那对于立足的大家来说，怎么做会比较好呢？好，看起来哦，你们已经受够了，就是已经非常不满，或者不满很久了，心很累，就是会觉得因为这个关系感到非常失望、失落、低迷，或者觉得一直都在一个找不到答案跟方向的状况，你已经累了，或者厌倦了，什么意思？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你没有办法相信他说的任何话，或者你不想要再当一个，他说什么都对，或者他说什么都好，默默忍受的一个状况了。你对于这个状况已经再也不想要了，你想要一个新的开始，或者一个新的共识。那对方的心情是什么呢？嗯，他不想要耕耘，但是他想要丰收或收获，就他的个性是这样，就是他不想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去得到那么多的果实，他就是想要不劳而获，所以他的个性就是要他付出，那就是没办法，但是如果要他就是叫什么，开开心心的跟你在南瓜上面跳舞是可以的，但是要他付出金钱、时间、感情，他没办法哦。所以就是有一种在跟你办家家酒的感觉，就是他只想办家家酒，不想面对相应的责任，只想要好的，不想要坏的，这是他的个性哦。好，那给地主大家什么样子的建议呢？对于这个状况可以怎么做？好，他没有说可以怎么做，但是你可以想一想，星星牌权杖十是说这个关系有一点偏向是人生的课题哦，就有一点类似命中注定会有这一个关卡，或者会有这一个对象出现，算是一个人生的考试以及历练。那他是有希望发展下去的，但对你来讲，就是一个人要做非常多的事情，一个人要在那边努力，然后对方就是只能跟你一起享乐，他不能跟你一起共患难，有点偏向这样的对象。所以，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给你哦？就看你要不要两个都接受，就是优点跟缺点哦。他的缺点就是会让你压力很大，会让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承受了很多，这个关系让你很没有安全感或者很累。但是他有机会发展下去，或他有机会就是一直发展下去，有可能会在一起，有可能会愿望实现。如果说你的愿望是跟他在一起的话。但是以他这样的个性，你自己要承担很多事情。比如说他是一个不做家事的人，比如说他是一个想搞消失就搞消失的人，可能他在关系中也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就看你要不要选择跟一个会让你压力很大的人成为家人，大概是这样，可以想一想。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压力没什么，我可以接受，那就 OK。那如果说你觉得不行，你会崩溃，那还是再三思看看好了。好，那未来3到6个月这个关系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？看起来是说，未来3到6个月哦，首先还是一个暧昧不明的状况，然后他不会说清楚什么东西。所以感觉上就这些云还是在上面哦，就还是看不清楚方向。
到底是怎么样。未来三到六个月，首先是这样，就它可能会出现，但是对你来讲不具任何意义，没有要把话讲清楚，或者没有要给一个答案跟承诺。之前说的那些还是没有一个结论，譬如说这样哦，就对你来讲关系本身是没有什么进展，但它出现了，或它有些动作，它发文了。接下来如果说你没有太果决的把它封锁的话，就它是可以在你面前出现的话，你们的关系会有稍微的变化，稍微的进展哦，让人很意料之外的进展。什么样子的进展呢？就是他可能会送你一个礼物，或者来见你，跟你见面碰面，或者是说话视讯。如果是远距离的人，可能就是收到对方的消息哦，然后你会很讶异。大概在什么时候呢？大概在四月、五月中之后，5月21号左右，可能是金牛座月份，可能是天秤座月份，9月23号到10月22号。好，你们可以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欢迎大家分享好消息哦。但是呢，在这之后，第一组的大家，你们会觉得有点悲伤，就是会觉得说还是有种停滞感，就到底算是朋友还是有要交往的打算。所以看起来关系有进展，但是对你来讲你还没有要到你要的答案哦，就对你来讲还是没有结论，没有答案。如果说是三角关系的话，可能还是三角关系的状况，暧昧的话还是暧昧的状况。那你跟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机会在一起稳定交往，或者朝结婚的方向发展呢？看起来还是有机会的恋人牌，但是呢就看你会不会中途放弃。那我是鼓励你等待吗？其实我并不建议你等待，因为压力会很大，所以最好就是一个放弃的心情，随缘就好，随缘，就是心情不要被他牵动，不要太在意这个人是最好的，只把他当做朋友。所以我觉得你防着他是会比较好，因为他脑袋很昏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被气得半死，除非你是一个 EQ 非常高的人，然后你觉得看淡一切就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那没问题。但他是一个会有点像双鱼座，想来想去想来想去，或者像天秤座、金牛座，那他需要很长时间去确认一件事情。那对你来讲，这个过程你有一点被他折磨。好，我们来看后面的牌，那心里对你的 OS 是什么？这里面有好有坏哦。慎入 New routine started to make sure I achieve all of my goals, trying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partner for us. 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模式，以此来达到所有我设定的目标，然后我正在努力的成为一个好的，或者说负责任的，有责任感的另外一半，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另外一半哦。I'm learning how to self-care and rest when I feel overwhelmed. It's nice to stop working for a... 我写了什么 ？A while 哦。It's nice to stop working for a while and just enjoy being. 我正在学习怎么
self care 照顾自己、爱自己哦，然后适时的休息。当我觉得非常累或者有压力的时候，所以这个人可能最近有在放无薪假，或者有稍微小小休息请假一阵子，享受什么也不做的快乐时光，然后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方式、生活模式，可能换工作或者正在考虑换工作。I feel safer in groups of friends, colleagues, or with family. Having light conversations, drinking or partying. 其实他是一个，就是觉得以朋友的身份、同事的身份，或者跟家人之间这一种三两好友，有点类似暧昧，但可以享受轻松的对话，这样的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感觉，或者他会比较自在哦。所以他不见得是真的莫名其妙，或者说一半莫名其妙，一半真的就是喜欢交朋友。I don'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ntense emotions, so I walk away and try to distance myself.I don'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ntense emotions, so I walk away and try to distract myself with other things.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比较激烈的或者说紧绷的情绪，所以我只好走开哦。可能是他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，可能是你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跟对话，他就是逃避，然后用其他事情来分心、分散注意力哦，就这是他的一种个性。I've met someone else， 当时他可能已经有认识其他人了，或者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就是那一段日子。那如果说他一直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，是因为他没有给答案的那一阵子是有对象的，当然也有可能只是他一直有在认识不同的新朋友。I'm really bad at commitment. 好，其实不管他有没有认识别人哦，或者说有没有 dating， 有没有相亲，有没有约会，其实他都没有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哦。然后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不擅长承诺的人，或者不愿意轻易承诺的人，害怕承诺的人。I am afraid to take the next step right now. 我现在其实蛮怕有任何下一步的行动，或者让这个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进展。I'm starting to find balance between my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life. 我正在寻找一个工作跟感觉，或者说工作跟情绪、财务跟情绪方面的状态、平衡的状态哦，正在寻找一个平衡，生活跟自己的感受。I will take action soon. Please believe in me. 未来我会有所行动的。不会太久，请相信我的行动，或者说请相信我会马上有行动的。Please give me a second chance， 到时请再给我第二次机会。I sabotaged this connection and I regret it。我对于毁了我们之间之前的好默契或好的关系，我觉得非常后悔。No other compares to you。不管有没有在认识别人、认识新朋友，还是觉得没有人可以跟你比哦。好，
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宇宙建议要给选到第一组大家呢？ Check in with your body and release any tension you're carrying. 好，请你检查，做一个身体检查吧，健康检查。然后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注意一下你身体是不是有小酸痛的地方，然后请你释放你身体或者说肢体上的紧张感啊，你一直在就是感到紧绷的一些部位啊，可能是腿，可能是腰，可能是你的肩膀、手臂，请你释放压力哦，放松。Stop caring about what they think， 请不要再在意别人的想法了，他人的想法。可能是这个对象，可能指的是很多人，可能你是一个很在意别人对自己想法的人。Stop looking outside yourself for answers. You already know them. 其实你心里知道所有的答案哦，所以你不用向外寻找答案，答案都在心里。A little bit of faith goes a long way. Remember that. 你只需要一点点的信念，或者说信心，你就可以走很久的路，很长远的路，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。所以看起来，其实是可以对自己多一点的信心，或者说对于这个状况多一点的信心，把它交给宇宙，你就随心所欲做自己吧。Remember that you can't change anyone but yourself. 你只能改变你自己的看法、想法，或者处理事情的方式爱人的方式，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。Clear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clutter. You'll feel so much better. 是时候整理一下自己的内心以及生活各方面你觉得杂乱的地方，可能是居家环境，可能是办公桌，可能是衣柜、衣橱等等，或者是厨房，各个角落整理的书，你会感觉非常好，可以做一个断舍离的大扫除，来让自己的心情也整理一下。好，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大家你今天的解牌咯，感谢你的耐心观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选到第一组的大家，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许愿的话，如果你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，我们抽一支金签，我们抽到的是吃素一个月，这也是一个整理内心的好方式哦。那如果说你已经是吃素的人，你可以把自己吃素的功德回向法界所有众生、所有地狱众生，或者你的历代祖先、冤亲债主，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、无缘兄弟姐妹，也可以一起回向哦。那这样子的回向，你许愿的力量很大，你可以许愿祈求自己的内心可以平静下来，或者做任何事都可以非常顺利，工作、爱情、学业，什么样子的目标可以达成等等。那如果说你是没有在吃素的朋友的话，你可以尝试看看哦，吃素一个礼拜、半个月、一个月，这样子的方式来看看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变化，心情有什么样子的变化，这是一个净化身心灵或者美容瘦身健康瘦身的好方法哦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你会觉得身体好像变轻很多，就是有一种负担减轻的感觉，心里的压力也会减轻不少。如果说你想尝试看看的话，可以尝试。那如果说你不想尝试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选到第二组的大家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方对你的感觉是什么。好，看起来关系中如果有男生的话，指的是男生哦。关系中如果说有一个年长的人，指的是年长的人。这第一个解释。两个人可能渐行渐远了，但是对他来讲，其实他还蛮难以忘怀的哦。好，
然后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话，他现在在忙工作，或者就是谋生，专注在生活上，工作，跟同事一起上下班啊，一起吃吃东西，吃吃宵夜，大概就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好，然后他有仔细的思考过你们的关系，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人。也因此哦，他觉得跟你讲话或者跟你有更多的互动，算是一件还蛮害羞丢脸或者他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。所以第一个解释整理一下，他觉得跟你远离疏远了很久，然后很想要重新联络，或者说有想要接近你，有想过，但觉得很丢脸，因为你很吸引人。第二个解释是，你们之中其中一方，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影响到恋爱的发展。譬如说，其中一方的父亲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离异，还是什么，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来影响这个关系，就这样的问题有影响到这个关系哦。其中一方跟父亲的关系，这另外一个解释。然后对方觉得维持现在的状况，把什么事都放在心里是最聪明的，比较聪明哦，比较不丢脸。然后对方觉得跟你互动，或者把话说开，或者就是去沟通，敞开心房说出来他心里的想法心事，是他非常恐惧的，就他蛮怕去面对问题哦。好，除此之外，他现在对于你们之间这个关系，他的一个心态是，他算是一个比较在意自己感受的人，自尊心比较强的人，或者自恋，可能是自恋，可能是自私，可能是觉得自己的感受很重要，就当他觉得不自在，他就会退缩。譬如说是这样，倒不见得是真的很爱漂亮，有的人是爱漂亮，然后想要打扮得很帅气啊，随时在照镜子，这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就是任何事情他先考虑到自己的感受，譬如说就是电影院着火了，或者说电影院有人抢劫，他第一个时间就逃跑，然后把你晾在电影院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尽管如此哦，关系中这个自恋或自私的人，他其实蛮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巧合巧遇，而不用丢脸的方式有一些互动，或者再重逢，就他希望有一个邂逅，再次邂逅的机会跟你相遇。这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是，你们之间的互动总是有一些征兆或者巧合，让他觉得你们之间有点像命运的安排，命运开的玩笑，或者说命中注定。然后他其实蛮希望说未来可以再试试看，或者说再见面，或者说再靠近。他其实很想念你哦，或者说再次确定你们两个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，或者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缘的，或者说是不是适合的，他还是想要再试试看，再努力看看，或再给双方一次机会，一起吃个饭之类的。好，但是这种想要一起见面吃饭，或者说再相处看看的这种想要试看看的心情哦，有一点偏向是没有想太多，就是没有想到两个人之间有什么问题，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是不是那么适合等等。
所以算是没有想太多，也没有想，没有考虑过之后要怎么办哦，就只是一周。想要靠近你的纯粹的心情，就有点偏向是纯粹想要交朋友或靠近你，没有想得太长远。接下来的牌看起来这一组比较不像是前任哦，比较像是彼此的暧昧对象，之前有暧昧，最近又疏远，有点像这样的状况哦。可能见过一次面，吃过饭，或没有见过面，这样子的关系，可能已经断联了。如果说是断联的话，对方第二个解释哦，对方对你没有太多的想法，他只是想要独处。好，然后他自己心里是有受过伤的，所以他会宁可独处，然后也不要解释，也不要靠近，也不要再尝试。就一方面他还蛮想要靠近你，可是一方面他又会想要往后退哦，可能会让人觉得他在欲擒故纵啊，以退为进，但其实他就是害怕受伤，他会退2步。看起来你们之间其实，要说有没有机会，对方的想法是他还需要时间哦，还早。然后也的确，其实两个人现阶段并不是一个最佳时机去往下发展，但对于第二组的人来说，你们可能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，或者会觉得他在浪费你时间。其实这个人就他就是急不来的一个对象，他的状况感觉上是有受过伤，或者有一点抑郁。好，我来看后面的牌。那你们到底会怎么发展呢？这个是感觉的部分。你可以再对应看看有没有符合。如果说完全没有符合的话，请参考第一组或第三组的节拍。看起来过去其实两个人都有一刹那，或者说很多时候都觉得是彼此命中注定的另外一半哦，命运之轮。但是呢，一直没有开始，或者一直不太敢开始。愚者的逆位，其中一方会态度上飘忽不定，或者在要开始、快要开始的时候，突然间往后退，突然间就是联络不到他，或者突然间又冷却了，所以好像就是漫无目的，一直在原地的状况，两个人的关系哦。那到了现在，其实两个人其中一方哦，正在慢慢的释怀过去的一些受过的伤痛。圣杯六逆位。正在慢慢的放下、放开、释怀，其中一方是这样的状况，或两个人都是这样的状况。那在未来1到3个月，这个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圣杯一，是好的开始哦。战车牌，然后会觉得说，天哪，终于这个关系有进展了，终于没有塞车在路上，就觉得说终于有在前进了，好，有在前进了。可是呢，对方的一个心态哦，圣杯九逆位，皇帝牌逆位，好，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还不错的人。他对自己的感觉有一点差，感觉有点差。就他自己，虽然他是一个比较爱自己的人，或者说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可是呢，他觉得他现在也正是因为他自尊心很强哦，他就会显现出一种，总觉得自己现在不够好，那就保持距离，所以他还是会退2步，
就算关系有一点点进展哦，他马上又跟你保持距离。那他不想要让你看到他不够好的一面，或者他就是没有办法由衷的开心的谈恋爱。他只要想到自己哪里不够好，他的心情就会 down 下去，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所有事情都没有工作重要，或者让自己感觉更好重要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对于选到第二组的人来说，他的逆位，好，你不想要结束，然后你也不想要抓狂，你不想要，就是让对方觉得你很难搞。对，你不想要霸凌对方，但是呢，钱币三，但你真的很希望可以赶快看到进展，因为你有付出努力哦，对于这个关系，所以你是有期待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关系会怎么发展呢？在3个月之后，看起来两个人其实有一点点不同调哦。好，就像刚才说的，他觉得问题在于他自己的一个状态，让他觉得感觉不是那么好，就他觉得他没有赢，很多事情没有一种胜利的感觉，他就没有办法开开心心谈恋爱，他的心思就不在这个上面，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就一下一下好，一下停滞这样子。那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？是说慢慢来哦，慢慢来。他就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人。钱币侍者看起来是有希望朝好的方向发展，可是呢，两个人真的差距很大哦，就是在想法或者事情，对事情的反应上面，对处理感情上面，两个人的速度啊、想法啊、逻辑可能都在不同维次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就一个是仓鼠的速度，一个是人类的速度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两个人要获得协调，是要慢慢来，累积信任，然后累积见面次数，慢慢这样子，有那么一点点的进展，缓慢的进展。好，那对于第二组的人来说，花时间累积信任是好的，可是呢，你会觉得很闷，或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哦，可能是假想的压力很大，就会觉得事情完全没有变化，完全就是那个样子，然后感觉被束缚，心情被绑架，恶魔牌，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会让你心情很不好，会让你压力很大，会让你觉得急死人，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哦。然后你慢慢会越来越不爽，越来越难过，压力越来越大，你会觉得说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一样，就是没有进展。那你会觉得自己在一厢情愿哦，圣杯二逆位。就觉得自己付出很多，可是对方都没有回应，无动于衷哦。然后接下来你会觉得，那就再见吧，因为压力真的好大。就过好自己的人生吧，可能他也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对，接下来你的心情会是这样，所以在未来3到6个月，虽然关系有时候是有好的进展，可是第二组那家你们会觉得没有进展的时候，你很受不了，然后你觉得一直在等待，你会觉得对方可能是有所隐瞒的一个人，莫名其妙的人，所以你会想放弃。好，那看一下两个人到底会不会在一起哦，看起来是比较难。因为选到第二组的大家，你们会觉得自己一直在
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或者说没有回报的努力。所以第二组大家，你们可能会放弃哦，或者已经放弃了。那对于这个对象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心里有什么 OS 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对方心里有什么内心的 OS。渗入哦，里面有比较直接的。I don't want to let you go. I miss being with you. 我其实并不希望你离开，我希望你一直待在我身边哦，想念你，想念跟你在一起的时光。I'm lost. I don't know what to do. 我其实已经迷失方向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I'm working on myself each day so I can come back to you.我一直在努力的变得更好，这样子我才能回到你身边呢。I love myself enough to walk away. 我有够爱我自己，所以我是可以放下的，或者说所以我离开了。Deep connection, perfect match. 尽管如此，还是觉得两个人很有默契。有一种很深的连结或很深的缘分的感觉，是天生一对。Wounds resurfaced and I retreat. I need some space. 过去的伤痛又重新回来了，或者浮现出来，所以我只好往后退。我需要一些空间。Following my heart to take action.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追随我的心，追随我的直觉去行动。所以他如果来找你的话，也是一种直觉，或者没有想太多，不算是玩弄啊或撩你。Since I can't control you, I prefer to daydream of perfect interactions between us.You always agree with me. 如果我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话，那我就只好活在白日梦里面了，就只想不做，想象我们有美好的互动，然后你永远都认同我，你永远都是赞成我的想法、行为，我所说的话。I cannot give you what you want. Sorry.我没有办法给你你想要的，很抱歉。I'm not ready for a relationship. I got used to my routine. 其实我已经习惯一直以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了，我没有准备好要谈一个认真的恋爱，或者说进入一段关系。Are you seeing someone else? 尽管如此哦，还是很在意。你现在有在跟别人约会，或者说认识别人吗？你有别的对象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讯息要给选到第二组大家呢？ You aren't alone. Reach out to someone today.其实你并不孤单哦，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某个人，联络某个人，你的朋友啊、家人啊，或者任何你想要联络的人哦。Give yourself some credit for doing a great job at this whole living thing。我可能选到第二组，大家你们会觉得最近很想休息，但在工作的时候尽量把它做到最好。即便你不喜欢你的工作，即便只是为了赚钱哦，这样你会自我感觉更好，或者
有一种觉得很为自己骄傲，或者说感到一种荣耀。Speak up and speak out. Let your voice heard loud and clear. 如果说你想要说什么，你就说出来，让你的内心的声音被听见，传达你真实的想法跟感受，可能是跟家人之间，可能是朋友之间，可能是工作伙伴之间，也有可能是你跟这个对象之间，你可以把你真实的想法说出来。Do something kind for someone without any expectation. 你可以为某个人做一些事情，但不要有任何的期待。就你可以对这个对象付出，但不要有期待。期待会让人失望。日行一善。Clear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clutter. You'll feel so much better.目前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来让自己心情更好，或整理心情呢？就是整理自己的居家环境啊，或者做一些整理、断舍离、捐出旧物，或者跟旧物说再见，这样你会感觉更好。You must forgive if you want to be free. Do it for yourself.你必须要原谅，你才能够自由，所以为了你自己去这么做吧。放下，放开，让它过去，就不要永远的回在某件事情，或者说永远记住那个人事物，就让它丢掉，把它丢包，把这些人事物回忆丢包，你不喜欢的这些人事物。不要再去想了。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大家你今天的解牌咯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，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那选到第二组的大家，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话，我们抽到的金签是心经，你可以每天念心经，然后在念完之后进行一个大的回向，回向法界、地狱、你的历代祖先、冤亲债主，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、无缘兄弟姐妹，也可以一起回向。经过这样子大的回向，你许愿的力量很大，你可以祈愿希望可以原谅，或者说希望可以放开一些想起来就心情很不好的事情等等，或者你可以祈愿工作、爱情、学业顺利，心情可以静下来。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大家咯，希望你们一切顺心、健康、平安、心想事成。你也可以回向给战争中伤亡的人等等，就祝你一切顺心。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选到第三组的大家，慎入哦，慎入，好。我来看一下对方对你的感觉，你可以听听看，从前面到后面，如果说你觉得越听越不像的话，可以参考看第二组或第一组的节拍，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哦。那这一组先说一下，比较偏向是断联或已经结束的前任，或者就是结束的关系，结束的三角关系，比较不像是热恋中或交往中的关系哦，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第一组、第二组，但感觉上这三组都不太像，所以交往中、热恋中的可能比较不适用哦。今天的主题抽出来的牌，发现大家的能量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三组大家，对方对你的感觉是，他其实现在有一种被迫。走投无路，没有任何选择，有这种感觉哦，有一种被强迫勉强的感觉哦，这是一种感觉，不见得说你真的勉强他什么或强迫他什么了。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觉呢？他觉得两个人的关系被迫弄到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哦，然后他要去收拾残局，被迫要去收拾残局，有这种心情。
什么样子的残局呢？残局，残局，好，被封锁或被断联，所以看起来选到第三组大家，你们应该把对方封锁或断联了吧？或者就是你有说一些话，就是大家就当做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好了，大家就先当陌生人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哦。好，后面的牌，在这种心情之下哦，他觉得原本很温暖的一个关系哦，或者说有家人的感觉的这种状态，突然间变得很孤独。然后他认为啦，第三组大家你们哦，有在想说要对方说一点什么，做一点什么，或付出一点什么，给出一点什么东西，给出承诺，或者你会希望他做些什么？你有说了，或你有大概表态了，就是你要他怎么做？看起来是你要他主动说话或回应。或者给一个答案之类的哦，但是他就是不想给，或者他觉得很尴尬，或者他就是不想要被勉强去收拾残局。好，有这样的人哦，就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他就是不愿意做，你叫他做，他就是不愿意做。譬如说洗碗。然后他的想法是，你可能就是在那边等着他，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就你等着这样子。你在压抑你自己的心情，或者在那边故弄玄虚，在那边就是，以退为进，所以他觉得你的断联或你的结束。只是以退为进，在那边等待。他觉得你在暗中等待哦，暗中观察，偷偷的在看他的 IG，就他的想法是这样子：你在偷偷的观察他，你在偷偷的等他做些什么，说些什么，给出一个交代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后面的牌。他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他的心态是什么呢？他其实一直以来觉得这是一个开心的关系哦，不管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记得的大部分就是开心的感受，开心、幸福、满足。什么事情让他这么开心呢？就是一种你追我跑的关系，让人觉得很开心哦。有一种，暧昧不明或者难以琢磨这种感觉，让人觉得好刺激、好开心、好想继续下去。但两个人之间又有冲突，各种各样的冲突哦。甚至你有恨他吗？或者他觉得你有恨他，或者你有说一些什么话？然后这样子的事情好像重复发生，就一直在重复发生。或者他曾经也遇过男生或女生，对他歇斯底里，就跟你一样的反应哦。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发生过。好，那他对你的心态是？他其实蛮希望说可以有多一点的勇气去保护这个关系，或者继续下去哦，因为他对你有还蛮强烈的迷恋，你有让他深深着迷，但他不太确定这个着迷是难以抗拒的一种吸引力。譬如说，你身材很好，或者很漂亮、帅气，还是说真的喜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从过去到现在，
以及未来接下来这个关系会怎么发展。第三组大家可以对应看看有没有符合哦。如果说觉得完全都没有符合的话，请你参考第二组或第一组的讯息。那今天的三组感觉上都不是交往中或热恋中的牌，大家的能量看起来是断联或者前任或者已经没有联络的，之前可能是暧昧的关系哦。好，所以请大家斟酌观看哦，这是一个大众占卜，仅供参考。好，看起来，这个状况之前你可以对应一下，权杖三逆位，权杖二。之前第三组大家一直有在想说，到底应该放弃呢，还是继续哦？因为一直都没有联络，或者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答案，明确的答案。那现在看起来你已经离开了，或者正在离开中哦。宝剑六，交给命运去安排哦，命运之轮，就是随缘。那在未来一到三个月，这个关系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呢？看起来第三组大家你们会收到一些好消息哦，权杖四，可能是工作的好消息，可能是生活各方面，譬如说刚搬家啦，或者刚换工作，还是说业绩有达到自己的目标，或者考试通过等等，会有这样子的好消息让你觉得非常开心，或者是遇到一些不是遇到，就可能会有恋爱的机会哦，新人新朋友，认识一些新朋友，好，让你觉得自己真的运势绝佳，然后也觉得自己对自己很满意，所以感觉像是愿望实现或者目标达成的这种喜悦，让你对于这个关系没那么担心哦。宝剑九逆位，或者就不是那么常想到这个人了，这个是未来一到三个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到三个月对方对你的感觉跟想法是什么，从现在到这之后，其实他很想要第一个解释，接下来他可能会出乎意料的来敲你的门 knock knock， 看看你在不在家，当幸福来敲门，当某型娜来敲门。好，他会来敲门哦。那可能是联络你的一个含义啊，就比喻，也有可能是真的来找你哦，出现在你上班的地方。那也有可能就是寄给你一个明信片啊，还是说送你一个小礼物啊等等，这是一个释出善意的方式哦。其实单纯就是他很想要跟你分享他的喜悦，很想要跟你说他最近中乐透啊，或者升迁啊，还是什么，有一些开心的事情。好，那他对你的感觉最大哦，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之外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你了，或者已经失去信用了吧，就是在你心里他是一个骗子或者没那么厉害的人，你有点看穿他看破他了，这是他的想法哦。没那么有钱，不是那么成功，就他觉得你应该看透这一点，你觉得他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人，有点这种感觉哦，除了外表什么也没有，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是月光族。他认为你是看透他了。那第三组大家，你们对他真实的想法是，接下来哦，或者说现在到接下来，其实你对于这个关系从来就没有设限，说一定要怎么样，或者一定要在一起啊，还是什么？你只是想要轻松开心的去跟这个人，就是去探索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是一个比较浪漫的心态哦。你觉得跟他当朋友也好，当恋人也好，你
不会一定去设限，所以你的心态其实是很健康的。那但是呢，他主动的有做些什么事情，圣杯骑士哦，就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们之前有联络的过程中，他一直有做一些若有似无的付出，或者说分享、聊天呢、啊，还是说让你觉得很暧昧的事情，请你喝咖啡啊，还是干嘛？每天都帮你准备早餐啊，还是什么，诸如此类哦。或者就是说一些甜言蜜语，或者说言语上的暧昧不明。你觉得他就是一个，很会说甜言蜜语，但是偏向逢场作戏的感觉哦。就你的心情是，他并不是一个可以去信赖、可靠的另外一半。你觉得他是一个故事书里的白马王子，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，有这种感觉。所以感觉上这个人有可能是远距离或者是异国恋哦，有文化差异的那一种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梦醒时分的时候很觉得有种被骗的感觉。那第三组的大家，我看看哦，这是你的感觉啦，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哦。好，我们来看后面的牌。未来三到六个月这个关系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跟进展呢？看起来第三组大家在你找回生活的平衡之后哦，节制抽到节制，在你找回平衡之后，这个人会冒出来，会突然间有一个令人期待的消息哦，请你喝咖啡的消息。好，好可怕。对，会有一个联络，感觉像是这样。然后两个人是有差异的，会需要融合，或者说会需要协调，会需要沟通。所以可能会有沟通。那经历了这个沟通之后，关系本身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？看起来哦，没有什么变化，就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互动。第三组大家，你们会觉得，就你本来就觉得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然后结果真的有这种倾向哦。就是慢慢你随着时间推移，你慢慢观察，你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没有打算要让这个关系有什么变化，好像就是一种精神恋爱，或者只说甜言蜜语这样子，你会觉得说自己的心情被他操控了，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不是诈骗集团，就你会有这种感觉跟怀疑，那到底是不是呢？看起来他的确是一个有点轻浮的人哦，或者宝剑七恶魔牌，你会觉得说自己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，这个人又出现了，然后你又要失去自己了，会有这种感觉。对第三组的人来说，你还蛮怕的，
看起来，如果说你选择再给对方一次机会，回到你的生活中哦，继续发展下去，世界牌是有机会的。可是呢，第三组的大家，你们迟早会崩溃，歇斯底里。所以有两种解释，第一个解释是说，第三组大家你们选择还是冷淡的回应这个人，继续疗伤，或者说继续就是跟对方保持距离哦。就对你来说，这个人已经过去了，已经终结了，结束了，彻底的结束，不给他任何机会。那第二个解释是说，你会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然后很有可能这是再一次受伤的可能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再一次受伤哦？一种是他本身他的生活习惯，他的存在就让你受伤。那第二种解释是，他有变好了，可是你看到他，你就想到某些你没有办法原谅的事情，所以你们可能有一些故事、历史，已经在你心里造成心结了。那还有一种就是，这个人有让你想起很受伤的其他的感情过往，他让你想到以前其他受伤的经验，所以你会觉得你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爱，或者说相信这个人。那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给你呢？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好，我看看哦。是说不害怕失恋呢，才有资格谈恋爱哦。权杖七，就是你有办法应付各种各样的状况，那就没问题。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，过去到现在恋爱的过程，你的心情是不是已经整理好了？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重新出发了？或者，就算受伤，你也可以站起来。就是只要你有这样子的觉悟，或者真的准备好的话，是 OK 的。但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，然后你也不确定有没有准备好，请你不要有任何的行动。权杖八逆位，请你再休息一阵子哦，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。圣杯七，权杖五逆位，然后这个人用冷战呢，还是用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方式哦？就算打一架，也很难得出结论哦。有些事情，就看起来选到第三组，大家你们有情绪管理的课题哦。在感情中要想一想，要怎么样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处理感情的问题。可能你也意识到了，就是你会因为要保护自己，所以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，或者以退为进，或者就是给对方两个选择 ，A 或 B，Yes or No， 就只有这两个选择，不回答你就是渣男渣女，就可能你在感情中会有一点非黑即白哦。当然，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好，我看看哦，那我自己也是这种人，所以我也没有资格说别人。好，我看看哦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看起来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沟通障碍，就两个人其实会互相赌气，或者就永远都没有进展。所以如果说你确定你不想要受伤，绝对不要有任何受伤的可能，那就继续跟这个人保持距离比较好，这个是建议。那第二个建议是，如果说你只是在赌气，那这是没有用的，
对方没有办法懂你的意思，所以请你就是再尝试主动的跟对方做一个沟通哦，讲出你真心想讲的话，主导这个关系，主动的去采取行动，改变这个关系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或者你其实很在意这个人，又不怕失恋的话，可以主动的去要对方给你一个这样子的答案哦。当然如果说你已经问过了，然后你觉得你已经做了所有的努力，那就算了。好，但不排除对方还是会在最近出现，然后这个出现可能会让你还蛮就是又诧异又害怕，压力好大，害怕受伤，然后结果真的关系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应该有一些阻碍哦，有一些阻碍，很难说在一起就在一起，才会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来看看后面的牌哦。补充说明一下哦，你们会不会就是有没有机会稳定交往或朝长远的方向，比如说结婚发展呢？好，看起来是有机会发展下去哦，或者说有机会交往，可是呢前路漫漫哦，就是路还很长，有可能会有很多的阻碍跟问题，让你觉得动弹不得。所以第三组大家看起来比较复杂哦，有多抽了几张，是说如果揭开这种暧昧模糊的状态，揭开这个面具，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太阳底下来把话说开的话，变成要做非常多的努力跟付出哦，就两个人要开始面对现实中的东西了，现实中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是远距离吗？然后第三组大家，这个恋爱如果要成功的话，看起来女生要付出非常多，是要当一个非常大方的人，或者牺牲奉献很多。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就指的是你哦。那如果说指的是如果说关系中没有女生的话，指的是关系中其中一方就要做特别多的付出，所以感觉上最大原因就是你们之间的阻碍，到底谁要来承担哦？谁要付出比较多？能够想透彻这一点，就有机会成功这个关系。那我觉得很难呐、啊，很难。那后面的牌哦，对方有什么心里的 OS 想要对第三组大家说呢？Ego boosts from material achievements. So each time I'm insecure about money, I run away from you or others. 只要有物质上的成就，就会不知不觉变得很自大。所以当我对金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我就会逃跑，我就会逃离你或者任何人，或者逃离人群。 It's so easy to relax when I'm with you. 其实总是很容易轻松自在做自己，或者说很容易放松哦。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容易放松。I never had a connection like this, and I'm learning about emotions, love, communications.
I want to be your stable partner。我其实从来没有有过这样子的强烈的恋爱的感觉哦，心动的感觉，或者说这种连结感。我正在学习了解关于我的情感、情绪，或者说了解关于爱的一切，或者说沟通。我想要当一个更稳定的，或者说更可靠的另外一半哦。当你的更可靠的另外一半，为你当一个更可靠的另外一半。Tired of all kinds of obstacles， 我真的受够各种各样的阻碍了，阻碍、困难、困境。I had a rough childhood, so I easily start thinking the worst case scenarios, insecurity。我有过一个非常辛苦的童年，所以我就是会去想最糟糕的状况，最惨的结局，把事情都往坏的方向去想。I'm afraid of hurting you， 我很怕我会伤害你。No matter who I am with, my thoughts always lead me back to you。不管我跟谁在一起，我总是会想到你哦。I don't understand what this connection really is。我其实不太确定这种感觉是什么，这种连结，是爱还是喜欢，还是好感，还是友情 ？Karmic connection, moving from the pattern。我曾经有过这种强烈的悸动、心动，或者说这种恋爱，有过这种。感觉上像业力关系的关系，致命吸引力，所以想要逃离。There is no one else thinking about you all day。其实我周围没有别人，我常常在想念你哦，每天都在想念你。好，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宇宙讯息要给选到第三组的大家呢？Never forget how resilient you are. You always bounce back. 记得你是一个可以变通的人哦。你永远都可以弹来弹去哦。你是一个富有弹性的人。所以其实你的适应力很强。对于各种各样的状况，你都要记得你是可以解决的，你是可以去适应的。Give your inner critic a vacation day.Be kind to yourself， 请你给你自己内在的那种批评的声音哦，放一个假，放一天假，对你自己好一点，请你不要再批评你自己，或者说指责自己了，不要再自责了，你做得很好。Give yourself some credit for doing a great job at this whole living thing。好，可能选到第三组的大家，你会觉得你只是为了钱在工作，但请你多一点的，就是把它做到最好，尽你的能力把它做到最好，当一个最敬业的人，这样你会感觉非常好。Do your thoughts need a reboot? Focus on the good in your life. 你的想法是不是需要就是重新开机一下呢？就重新启动，重新开机哦。请专注在好的事情，好的方面哦，生活中好的方面。你人生中有非常多值得开心的事情哦。正面一点。Take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choices.This is your life to live。其实你还蛮希望说可以由对方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，或者就其实你也不是很想要承担太多、牺牲太多，或者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谈一个很累的恋爱，那你可以想一想什么是你要的。然后你的选择不要后悔就好，不管是哪一种，不要后悔。
做出选择之后也不要怪自己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接受就好。 Let your feelings out, all of them, even the ones that scares you. 你把你所有的感受都写出来或者讲出来表达出来，即便有一些甚至让你感到害怕的想法。所以看起来选到第三组的大家，其实你们蛮压抑的，可以写写日记。我最近有买一本日记本，因为我发现我写日记的那一阵子我比较少抓狂，那没有写日记就容易抓狂，因为心里累积太多的负能量，所以写一写吧。那这是我的方法啊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也可以不用试。好，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大家你今天的解牌咯。你需要好好的舒压，然后在舒压之后再想一想怎么样是你要的，就去做出你的选择就可以了，选择权在你。感谢你的耐心观看，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那选到第三组的大家，如果说你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，我们抽到的是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舒压的方式哦，大悲咒。当然如果说你是其他宗教的朋友的话，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念经祈祷祷告，每天念大悲咒，在念完之后进行一个大的回向，回向法界、地狱、你的历代祖先、冤亲债主，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、无缘兄弟姐妹，也可以一起回向。经过这样子大的回向，你许愿的力量很大哦。你也可以回向给战争中伤亡的人，你祈求世界和平，回向给所有世界各地的疫情，回向给所有的医护人员等等，回向给所有生病的人。经过这种大的回向之后，你可以许愿哦，祈求家人身体健康，祈求疫情赶快过去，战争赶快结束，祈求工作、爱情、学业顺利等等。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大家，希望你们一切顺心、健康、平安。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